这是一把可以变成手提包的伞，只需要收合伞面，翻转伞布，将其套住，即可变成神奇的包包伞。伞头镂空设计非常适合小清新的女生。打开雨伞，因为采用了 LRC 3.0 涂层的黑胶布，伞面紧致顺滑，在10秒内普通折叠伞可以开关两次，容易卡住，开关不顺滑比较费力。而这款手提伞打开比较省力，关伞也同样轻便，10秒钟内可以开关四次，即使你是软妹子也不怕开不了伞了。我们把伞通过强光照射，普通的伞由于面料密度稀疏，所以遮光的能力比较差，而手提包伞它采用了特制黑胶布，四道高密度较厚涂层，可以有效阻止室外猛烈的阳光。雨伞尾端采用的是玻璃纤维材质，即使是我们把它玩去接近180度，也可以正常回弹。伞架其他部分采用的是铝合金材质，更耐腐蚀，而且重量方面也只有300克，相当于一瓶牛奶的重量呢。除了经典的黑色，还有活泼的黄色和粉色选择哦。